哥呀，问你两个事儿，在一个哭得这么伤心的人面前，你们俩笑成这样，丧良心不？媳妇撵出来八回，哎，你是怎么做到的呢？还怎么做到的？至少有一天是被撵出来两回呗。没事啊，多跟你哥我学学好吗？甭管遇见什么事儿，哈哈一笑，全都过去了啊。该说不说，老弟感谢你们，真的，在我最无助的时候，给我一个温暖的港湾，有你们这样的邻居，太谢谢了。哎，当初买一个小区后悔吗？不后悔。行了，别笑了。不笑了，不笑了，我这不逗你玩呢吗？啊。我都忘了，我楼下还有个快递呢，你在这坐着啊。这么大个儿，180回。谁逗谁呀、啊？这是，你给我评评理哈、啊。你说我媳妇能这样吗？穿成这样就给我撵出来了。你说这要是让邻居们看见，我多尴尬呀。谁呀、啊？邻居。尴尬，尴尬啥？在你哥家你尴尬啥呀？开门去。你站住。是，我在我哥家，我不害怕。嫂子，这不来外人了吗？容易误会啊。误会啥？我啊，穿这样，人嘴两张皮，人言可畏呀、啊。我躲起来。哎呦，至于的吗？你就听我的吧，嫂子。多一事咱不如少一事。哎呀，让他这么一躲，真跟做了亏心事似的，好紧张。你好，我是刚搬来的邻居。你好，搞定。欧了。我还没说完呢，没走。啊，没欧。那个是这么回事啊，我是刚搬过来的，刚才下楼取快递的时候吧，钥匙落屋了，你能不能让我在你家待会儿？这外面这天啊太冷了。哎呦，快进来进来进来。 啊谢谢啊。这冻坏了吧？这个还行。哎呦，妹子，老公没在家呀？啊，出去了。妹子，你这人也太好了，我刚才呀敲了好几家的门，就是没人给我开 呀。你是第一家。呀，对了，我这有两盒面膜，我给你一盒。哎呦，这太贵重了，不能要。哎呀，不行，妹子，你拿着啊，咱以后就是邻居了，你甭跟我客气。行，那我也不能白拿你的。我昨天买了两个眼霜，特别好用，我给你一个。哎呦，天哪，这妹子这人，是等着我。哎呦，这女人一了解化妆品，好像把我忘了。哎，我该说不说啊？看看人家家这装修，是真不错呀！哎呀，哎呀，这窗帘也好看呐！我明天呀，我也弄一个去。哎，你说，人家家这是个什么格局呢？来了，我就这个，哎，你看。就是这个，特别好用。我这皱纹啊、细纹啊，全都不见了。哎呀，还真是哈、啊，妹子，那我不客气了啊。别客气。哎，妹子，我得问你个事儿啊，就你们家这个是什么格局呀、啊？我看着怎么这么敞亮呢？南北通透。南北通透好啊，我就觉得吧，南北通透的这个采光肯定好。你看。这阳光，哎呀，呀，阴天了。我刚才拉
应该拉开。这窗帘都拉开还有点刺眼睛，那个还是拉上吧。妹子，你们家这也见不得光啊。这怎么就见不得光？这大活人没看见呢。哎呀，我就说你根本不用藏。是不用藏，你俩这事儿也藏不住。妹子，你刚才说你老公不在家。我对呀，他不是我老公啊。这不是我媳妇儿，明白不？明白啊，完全明白呀。那就行。我给你俩那个面膜呢。这样吧啊，我把面膜拿走了。就你们这种脸都不要的人还用啥面膜啊？你在哪干啥呀？非得要是不是？那给你都给你。还有这眼霜啊，我也不要你这种人的东西了。我眼睛瞎行不？我用不上它。我出去之后啊，我就当我失忆了行吧？干哪干啥呀？大姐呀，我得跟你解释。哎呦，你还上手是不是？不是啊。哎呦我天哪，不是，我的妈呀，妈呀，你干啥？哎呦我的天哪，你干啥？你给我离我远点。哎呦我天哪，你站着干啥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对，不是妹子。哎呦我天妈呀，你吓死我了。妹子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们大姐误会。对，啥误会呀、啊、妹子。哎呀，我必须得给你解释解释了。大姐，你别跟我解释。哎呀，这样吧，我跟你俩解释解释啊。就是怎么回事呢，大姐原来是学物理的，就是三角形从这个力学的角度上来讲它是稳固的，但是它不适用于感情。啥意思？哎呀，还啥意思？这样啊，你俩呢回去学学物理可能有帮助。我先走了。我天，媳妇儿。哎呀我的妈呀，另一个角回来了。啥另一个角啊？那是我老公。哎呀妈呀，还挺高兴，想的也太开了。我老公。媳妇啊，刚才谁呀？给我撞懵了都啊。哎呀妈呀，多希望他能一直这么懵下去。哎呀，都在呢。跟大家说个事儿啊，没事儿啊，别出去，外边风老大了，差点把我新买的帽子给我刮飞了。大哥呀，你放心吧啊，就你这个帽子，多大的风都刮不没。对，是。哎，你是谁呀？哎，我是你们新搬来的邻居。哦，邻居啊。对。啊，邻居好啊，没事常来家坐坐啊。哎呦妈呀，哥，现在不是我常不常来坐的问题，是你得常回家看看。其实我也不怎么出门啊。还不出门？哎呦我天，不出门，那他俩上哪待着去？他俩啥意思啊？哎呀，大哥，你听我说吧。啊，这个他呢是误会了，是这么回事。啊，刚才你不下楼了吗？对呀、啊。完他就上来了。嗯，我心想他要是看见我，他不知道我穿成这样是我媳妇儿撵出来的呀。一礼拜八回这么大个。哎呀，错了啊！你这是。事情就是这样，我就藏起来了。完，他真就误会了，误会我跟嫂子了。这是我媳妇儿，这是我兄弟，我大哥，我嫂子。哎呀，说乱了。我说，大姐呀，是这么回事儿。她之所以穿成这样在我们家，那是让媳妇儿给撵出来了。就打上一辈开始呀，我们就是特别好的邻居，所以这两家到现在也保持着这样的关系。再说了，这邻居之间串个门互相帮助一下，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？对呀、啊啊、邻居串门怎么了？不是邻居应该串门啊。不，你要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？你也没让我说呀。这家我跟你说，你给我整个物理啊专业啊，我们研究那个三角啊，整懵了。是大姐想多了。妹子，你刚才说的那句话特别对呀，邻居之间那就应该互相帮助，对不对？那这样，我也是刚搬过来的邻居，我决定请你们三个去我们家了个底儿。你再要
吃了吗？呀，小饭店，行。不是，刚才我也不该说，我也想说了。